把它下一个逻辑 if 什么呢？要么 j 等于4的时候，如果是第四栏的时候，then 才需要多做一件事，什么事呢？and if 就是把那个什么呢？把 sales 这个储存格里面点 number formula，不过你现在有刮胡点，它不会出现，所以我建议你是先不要刮胡，点 number formula local 等于什么呢？等于就是刚刚的什么 yyyy 斜线 m 斜线 d，也就是当它是第一栏的时候了j 等于4嘛，第一栏的时候才去做格式化的动作，其他栏都不格式化。所以又多写一个这个，哎，可以看得懂吧？j 等于4的时候，多一个栏，多一个那个判断。因为如果说你每一个栏都把它转成日期的话，那会产生错误啦。所以只有当它等于4的时候，OK，那我们试一下。基本上做完之后这边的话就是直接来跑一下。假设我这边设中断点执行，这边先清空一下好了啊，感受是不是向下？delete OK，然后我们一样我是建议有时候的那因为上课的时候我是直接跑了，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们有时候让它中断一下，跑慢一点执行一下输出，这时候你会发现它会先判断是第四栏，第四栏的话呢先格式，再把资料放进去，有没有发现？OK 了其他应该没问题，所以我把它全部执行，你会发现只有第四栏，日期格式就恢复了，OK，这是一个技巧，这技巧还蛮重要的，因为以后最怕是你们做 VBA 只能做一半而已另外一半要手动那就麻烦了。像这个，如果你懂得做逻辑，所以这个也是第二单元我们讲的逻辑判断所以这边的话就是再多增加一个什么呢？多增加一个这个逻辑输出之前先判断是不是等于4，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 sales 里面做 number formula local 的设定。那不过特别注意，我刚刚是先把刮胡先删掉，再点它才会出现因为 sales 物件如果你给它一个刮胡，点下去它不会出现，所以记得习惯上会先点完之后记得刮胡一定要加，因为有些同学忘了加，所有的工作表的储存格都变成日期，那就完蛋OK，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不过理论上后面还有一个那个326了所以326这个范例今天本来想讲只是讲完这一题，其实大概讲的差不多，所以回去请各位就给各位当成一个练习题。326这一题的话，主要希望做出来效果就是什么？就是可以当我下拉清单，一班就自动把一班的资料搬过来，二班就自动帮我把二班搬过来。有点像是你一个下拉清单就可以把，比如说哪一个类股资料自动搬过来，哪一个类股资料自动，或者哪一个部门自动把那个部门的资料带过来。但是呢，要怎么样能够自动跟下拉清单关联？这就有点难了。那如果说你用那个函数哇，会需要用好多个函数，包含 if、small、index、if else。光写完，而且最后还最重要的是一个，你还需要在函数里面用阵列才能够完成所以光这一题做得出来算已经很厉害了，不过像这一题，我倒比较建议你用 VBA 来解决，为什么？因为在函数处理这么复杂的东西而且只能够在一行里面解决，真的太艰了啦。所以通常还是用 VBA 来解决会比较简单，相对起来的话，不过这一题有点难回去给各位当练习题，OK 试一下，而且这个大刮胡底下这个大刮胡不是自己打的，是记得要用 Ctrl Shift 加 Enter 如果你用自己打，它也不会 work。Ctrl Shift 加 Enter，OK。那这题的话回去请各位先试试看那下一次我们再针对那个 email 信箱吧还有资料库部分做说明OK。